天犬舍来了一位小姐姐，过来自提之前选好的狗狗。这个涂的腮红，这个是我之前选的那只吗？是的。哎，豆豆，这只好可爱呀。对呀。小姐姐一眼就认出了自己选的那只，迫不及待的想要拿出来看看。这只也太可爱了吧，肥嘟嘟的，我的天哪，好可爱呀你。哎，这个也挺可爱的。是的，这个是博美。小姐姐又被这只豹毛小博美吸引住了，也想拿出来看下。哎呀，这只好可爱呀，它的毛真好。是的。我的天哪，这抱起来都像一个暖宝宝一样，特别舒服是吧？对，触感真好。小姐姐一时之间难以取舍，完全不知道该选哪只好了，只好都放下来看看他们的状态了。看你这么热情，就你了。小姐姐最终选了这只豹毛小博美，但小姐姐还是比较喜欢俊介造型，要求我们也剪个同款，接下来就交给我们了。橘红色月亮照满整面墙，不像纯白的当。美女修好了，你看一下。好可爱呀。是的，真可爱。给你拿个笼子吧，美女。不用了，我直接放包包里面带走就行了。好的，放在包包里刚刚好，不仔细看还以为是玩具小熊呢。走啊，美女。好，拜拜。好，再见。